家好，又到了兄弟连教系列课程，我是非著名教讲师威哥，跟着威哥混，未来一定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的第27讲啊，在这一讲里面呢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 do well 这个循环语句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课程大纲。那么在我们大纲里面呢，这里列出了两个基本的这个点了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 do well 这个循环语句啊，它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。第二呢，我们为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对吧，来实际说明一下 do well 循环的具体的操作。 OK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点啊，循环语句它的语法。好，在 do well 这个循环语句的语法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啊，首先有一个 do， 对吧，do 啊表示要具体要做什么什么事情，是吧，一对大括号。然后呢 ，do 大括号里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循环的体，我们叫循环体了，就是我们具体的每一步操作，是吧？具体操作 ，OK。然后最后呢，大括号外面注意是这个 while 啊，是 while 这个条件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里面括号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循环的条件，就是说是否继续下一次循环。哎，你看一下这个跟我们 while 循环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？是啊，对吧，while 循环是 while 放在前面的，对吧，对，然后判断，然后一块大括号，对吧，现在 while 是放后边吧，放后面啊，然后这里面是循环的条件。 OK， 也就是说在这个 do while 这个循环里面呢，它是要先执行一遍循环操作，然后符合条件循环呢继续执行，也就是说最少先执行一次，然后再进行判断，对吧，判断成立再继续执行一次，对吧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否则呢，如果循环条件判断不成立，那么这个循环呢就会退出，对吧，所以它的特点应该是先执行再判断，先执行再判断，对吧，跟 while 循环是刚好是反过来的，是相反的。 while 循环是要先判断再执行，对吧，对，执行。所以说这个 do well 跟 while 呢，就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区别，是吧，对。 OK 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个语法的一个写法了。好， OK，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？哎，伟哥，我有一女朋友。哪个女朋友啊？不是，伟哥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？啊，咱俩这天天一起吃一起睡的，我有几个女朋友你还不知道吗？谁跟你天天一起吃一起睡呀？你看，就咱俩嘛，天天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工作。你拉倒吧，你就哪个女朋友啊？他这个女朋友就是那个，还女朋友吗？不是，他就是一个女性朋友啊。女性朋友，你就女性朋友嘛，女性说清楚嘛，对吧？对 ，OK， 他吧最近要去那个中国好声音啊，要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啊，对，要去那儿唱歌啊，天天在我耳朵底下唱歌呢，一遍又一遍的，你知道他那声音唱出来的那真是相当的不错啊，惨不忍睹啊，惨不忍睹啊。我还要一遍一遍的跟他说好不好，好不好，真的很烦死啊。这是一个反复重复的循环的一个，这样去告诉他，对吧，对啊。 OK， 好，哎，刚好小白啊，你这个场景是刚好是符合我们这个 do well 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操作啊。OK， 那我们就以你这个为事例给大家一起讲讲。欧了，好， OK， 好，那我们呢在创建我们这个 code 的第27讲的一个代码啊，我们叫 do well demo。 OK， 我们呢用 id plus 呢给它打开，这是我们 do well 循环。 OK， 哎，小白啊，你那个女朋友这个叫什么呀？不告诉你这名字，叫就叫做凤凤。哎呀，叫凤凤啊。我就叫做凤凤啊，叫的还挺亲切，还说是女性朋友啊。女性朋友凤凤要去参加，凤凤要去这个参加这个什么呀，中国好声音，中国好声音是吧，中国好声音了，然后呢天天练习唱歌。OK， 这样我们换一行啊，这个天天练习是吧，OK， 天天练习这个唱歌，天天练习唱歌。 OK， 好，唱在唱的时候老要问你是吧，对啊，他唱完一遍就问我，老要问你，那问你，我们这里就用一个我们输入吧，对吧，一个接收一个用户输入嘛，
那就是问你，你的回答是 OK 还是 Not OK？ Not OK， 是吧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就 import 一个 util.scanner， 对吧？嗯，好，我们在这儿呢，创建一个 input， 另一个 scanner， 是吧？嗯 ，system.in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先定一个。值吧，比如说我们说一跟零吧。好 ，OK， 一表示，一表示唱得好，好，是吧？零表示呢就不好，要继续唱，好，是吧？继续唱 ，OK， 那我们这个度循环呢是要先执行，是吧？对对，他要先给你唱一遍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才问你嘛，嗯，所以说先唱的，啊，先唱 ，OK， 你那个凤凤唱什么歌呀？他给我唱的，嗯，唱的这个挺好哈，嗯。出卖我的爱，哎呀，你背了良心债，哎呀，出卖我的爱是吧？对，你什么？背了良心债啊！你背了良心债，背了良心债，哎，好，背了良心债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？唱完了就问我，嗯，小白，我唱的怎么样啊？哎呀。小白是吧？这个啊，唱的，我唱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，怎么样？我们用，嗯 ，OK， 我这里啊，新建了一个是吧？嗯，这个把它去掉啊，回到这里，我们用，一表示还可以，唱的好，唱的好是吧？一，好，好，那就是一，那就是。不好，不好，零，就是表示零，嗯，好吧，零，好，然后在这儿我们就要接收你的这个输入了，是吧？由你来，哎，由你来判断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判断你这个条件呀？判断这个条件叫 value， 叫不等于一，不等于一，就表示不还要继续念是吧？对，还要继续唱，还要继续唱啊。这是我们这个，执行循环体的条件是吧？对，只要 value 不等于一，那么就继续唱是吧？嗯，哎，就继续唱。如果等于一，那么就退出循环了。对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对，所以这是退出循环的条件是吧？嗯，哎，这个意思。OK， 那如果退出来呢，我们就证明他唱的还可以。哎，证明唱的还可以，最终唱的还可以是吧？你实在忍受不了了是吧？啊，这不好也要说好了是吧？对对。哎，最后。那个时候我还跟他说，我说 OK， 小丽，我看好你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小丽，你怎么又叫小丽了吗？凤凤吗？啊，对，凤凤凤。看来有几个女朋友了，太多，又露出一个了，凤凤是吧？啊，什么？我看好你哦，看好你哦，是吧？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加油！嗯，是吧？我自己想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是吧？对 ，OK， 好，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实例，我们运行一下。好，测试一下，测试一下啊。OK， 编译没有问题，我们再 Ctrl 二执行。好，凤凤要去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了，然后天天练习唱歌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唱的歌词，对对。好，小白唱怎么样？唱的不好，继续唱一遍。不好是吗？不好就零是吧？对。OK， 继续唱，又唱一遍是吧？嗯。又唱一遍。OK， 不好，再来就继续唱，一直唱到你这个说好。说好 ，OK， 一是吧？对。哎，然后 OK， 看好你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对。啊，哎，就结束了。没问题哈。哎，对，刚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好，那这就是刚好符合我们这个 do well 这样一种。执行的这个条件啊，就先执行一次，先要唱一次给你听，你才有这个判断他是否唱的好跟不好的这样一个条件是吧？嗯，哎，如果不唱，我是不知道你唱的好不好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说是先执行再判断，判断再判断，所以这个 do well 跟 well 大家要记住的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先执行再判断，哦，哎 ，well 是先判断再执行。再执行循环体是吧？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那个 do well 循环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。
谢谢大家。威哥在手，天下我有，下期再见。